伊是我的前辈吼，伊是我的前辈，伊是嘉义中学毕业，然后台大医科啊，然后佫去美国留学，摕到公共卫生的博士，啊嘛担任过台大教授，嘛担任过台北市政府啊卫生局的局长，佮卫生署疾病管制局的局长，啊了后咧嘛做到卫生署的署长、副主席哈，他们拢是立法院的同仁啊。过去伊还袂来的时阵吼。那社会发生卫生医疗的代志，记者一定第一个问我啦。即摆吼，土委员来了后吼，第一个问的是土委员吼，问我拢是问政治的问题，安尼就对啦吼。所以土委员伫医疗专家方面受大家肯定，另外呢，伫日本的表现坚持台湾立场的这款的理念，有咧非常受大家肯定。今仔日呢，伊请来台南市联络所服务处。这已经讲对咱台南市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代志。那么另外呢，唐碧娥唐委员，这是咱大家非常敬重的哈，一路来拢参我斗阵认真拍拼哈，为台湾的民主运动在努力。那么伊伫北区有真好的基础，过去有那做过真好的服务，现主持加入这个服务的团队啊哈，我相信对未来，予咱国议员哈一定有相当的帮忙。